老婆，今天想吃什么啊？我去买菜。妈妈，我想吃玉米饼。你想吃玉米饼啊？嗯，那行，爸爸安排。老婆，你呢？那就买玉米饼吧。买什么玉米饼？我去买点玉米回来自己做。那行吧，有什么要准备的吗？准备吃就行了。哎，老婆，你还做了胡辣汤啊？什么胡辣汤？这是豆腐脑，赶紧尝尝看吧。哦，来，心妍，爸爸你做的玉米饼，爸爸做的玉米饼好不好吃啊？好香啊，是不是啊？这边还有豆腐脑了，也要喝。嗯，老公，我做玉米饼香甜软糯的，好好吃啊。那我做的能不好吃吗？他做的豆腐脑好不好吃啊？像鸡蛋一样，是不是啊？